你没敢看廖云腿啊？我嘴要尖的，你听我。王健就讲啊，爸，按照廖云的朋友在 seven 上面要去看一下，那就是一个，起码是足慢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啊，唔先来看一下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去了，王健就讲啊，爸爸爸，啊 seven 在在找钱的咧，又怎么在困起夜个尖无？你听，啊，无给他看就好啊，咧，咱就去，啊，去咱个街买物件先啊，咱个看，咱个认一下，啊，伊看我咧认你嘛，找你咧安尼啦，咱这直接足什么？过就要尖咧，要塞，加困早间，看功德。讲真个啦，咱若厝吼家庭顾也好啦，三不五时吼，十步六岁轻松者无要紧啦。我讲我真个无要紧啦。所以你讲外口带细姨，我是较讲真，我是讲尽量卖啦。因为啊细姨也等下厝乱吼，啊吵吵啦，吼啊摆财产啥嘛，啊吵吵，佮囡仔啥嘛麻烦啦。但是十步六岁外口吼，一夜风流安尼无吼，我讲无所谓啦。讲真，我讲无所谓，就清气就好啊。我讲真，我家己囝啥事，我咪甲你讲，清气就好啊。但是我要讲个转来啦，这十波人啊，吼、哦，外口也无查某啦，啊嘛无出外口讲啊，伊啊，嘛无你讲开钱拢无落着啦，啊，但是无财政、无能力，啊，家庭无怎照顾，安尼有啥物路用？你听我意思，安尼有啥路用？一个我讲，一个查某囡仔嫁下你，我是做老爸，我嘛先会讲后摆阮查某囝嫁人的时候，迄个啥个我你知影？你没敢看廖云腿啊，无你作甚个精的，你听有无？迄是讲咱少年的时阵吼，咱就我共查办查某囝困啊困足个，你听有无？啊！你变得较精啊啦！迄间阮某阿哥，你又交男朋友，我足切，你听无？啊，袂在搞啥？我袂使搞听无安尼。啊，阮囝就讲啊，爸，啊，那你有男朋友在 seven 上面要去看一下，那就是起码是足歹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啊，唔先来看一下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咱一家仔四个就去，你听无？塞两只车啦！我叫我阮囝一下塞只破水了，你走水又叫开一只 seven 去。去了，阮囝就讲啊，爸，内底即摆咧变 seven， 阮早间男朋友 seven 了。啊，西门在怎啊找钱迄个啦？咱就无啥想要去买，你知影就是，足神奇，怎么在开机也较精无？你听，啊，无遐看就好啊，咱就去，啊，去咱就加买物件啥，咱就看，咱就认者，啊，伊看我咧认伊嘛头咧咧安尼啦。咱这直接足想要过就要精咧，就要塞，要你家看早起，要卡你供灯。咱过足想要精啊，食唔甘你啊，早起就食唔甘你，听是唔知啊。咱小个出去想讲，啊，咱少年时。嘛，共困啊，侪，毋是讲无人困着啊！你啊，那少年班查某囝毋是咧人困，安尼啊话，你要讲别人袂使，啊，算啦，就算啦，安尼啦，讲真个啦，做老爸吼，拢唔甘许查某囝啦。